碧绿色湖景在郁郁山林中，用空拍鸟瞰宛如巨大泪滴。这处美景就在南投埔里的马林窟，号称埔里版天使的眼泪。这里实在是一个空气非常好，这里的水又是这么的清澈，它四季变化会不同颜色。南投神秘鬼湖马林窟因为历史的因素跟当地原住民的传说，导致无人敢去。而之前因为旱期湖水呈黄浊色，直到近期春雨，湖水才转变成碧绿色。马林这两个字，它的意思就是邪恶，所以马林窟就是邪恶的水潭，所以后来被称之为鬼湖。而现在马林窟是蜂蝶富裕栖地，成为当地的打卡景点，但民众想出游可得注意天气。气象署表示20号开始会有封面接近，由北往南变天，首波梅雨台湾一片紫红，全台连下5天雨势最大，会是在21号左右，持续到周末情况才会缓和。记者曾伟翔、韩志行、彭于飞南投采访报道。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，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